再来换这一题哈，这一题一样，相老师都用徒手画了哈，相关的制图法，请你参考一下那个下面的连结哈。我们先从这边哈，这边是四个单位，这边是三个单位嘛哈，好，这里啊一个单位嘛，这里三个单位嘛哈，这里。两个哈，好，这里啊这一块两个哈，我从这里开始画，这一格上面这一格，啊，所以这里侧面有一个斜面哦，所以它是长成这样子啊，啊，再来，所以这高度有一二三四嘛，哈，四四格，啊，所以从这里开始，啊，它底下也是平的。啊，我们先画这个面，啊，啊，这里是这里，啊，好，这里再来换上来，这里，啊，这里是两个单位切过来，这里一个单位，啊，这里应该有一条线被挡住了哈，可是，啊。因为这里实线重叠哈，所以没有了。这一样是四个单位，啊，啊，再过来，啊，这里有一条虚线嘛，这里嘛哈，再来往下。这样看过去，这里高是两格哦，可是这里有一个转折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这条线有一个虚线，啊，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掉线哦。啊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